今天是 Vintage Party， 耶！To let me know,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If you say that you are mine, I'll be here till the end of time. So you got to let me know,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镜抽鞋哦，因为我之前跟小乐认识很久，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跟小乐一起摆地摊，跟秦伟是设计的第一代青年，然后拍我的摄影师就是小乐。其实原本一点都不想进婚纱业，因为觉得一辈子交不到男朋友，没想到面试走出去，他们就叫我回来了。我在求职网上看到，也没什么朋友，看到王大桃，我觉得很恐怖。对吧，所以大家就像我家人一样。确定现在是吗？现在你算吗？算。抽到提示，什么春天，什么三月，谁知道？加死就会500块。其实办蛮多次活动的，然后像我们之前去宜兰同安节打水枪那个，印象最深刻就小国生活，看到全部摄影师一起排排站，然后都蛮开心的，然后看大家开开心的样子也蛮感动的。然后有些人就会比较疯狂这样，啊，我是比较冷静的人，所以我就看着他们开心，就自己就觉得开心这样。最舍不得真的是很爱我的同事们，我也很爱他们，真的，我最舍不得的就是真的是遇到一群很好很好的伙伴。梦想哦，就是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啊。这个可能会落泪，对，就是一直很想把台中区域三个地方都顾得很好。就是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然后每天为了算是同一件事在努力吧。大家都真的都是往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是梦想，而是我们要实现这个梦想。对我来说啦，我会蛮珍惜每一次的活动，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这样子的时间是可以全部的人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但我会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像以前那个样子，就是常常聚在一起吃饭啊，或是聊天啊之类的。对，就我真的蛮喜欢这工作这个环境。
要怎么让这条路走得更远？现在大概是这个目标，然后是大家一起走。这边是可以聚集一个很多就是家庭的地方。包含我自己就是例子，解除单身到现在都有另一半。感触就是进婚纱夜还是交得到男朋友，相处就真的很像家人啊。我们每一年都很扯哎，我们从我认知中的第一年就是去泰国，就是拖鞋买正式的鞋子，为了进夜店。每一次都有新的体验，然后大家都很用心参与，欢笑声很多，我觉得这个很过瘾。90年代风华吧，对，大家对于国片都很熟悉。有一年是制服，就是少女时代的时期。然后应该说每一次活动大家有主题的话，大家都玩得很认真，喜欢大家聚在一起。最喜欢收集的什么？我觉得我觉得这大家应该都讲过，可是确实我们其实很像家人的感觉，应该就跟大家一起吧，去哪里其实都无所谓。对，当初进 SOCI 的初衷我很单纯，就是希望新人进来 SOCI 可以快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离开。